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中世纪王朝，我们读了档，因为觉得太扯了。首先呢，我发现我的钱是不够缴税的。然后第二就是，我发现 Elwin 会送我一把弓。那第三就是这个任务，等到隔天的 evening 傍晚。那其实我只要接了这个任务之后，再杀一些有攻击性的动物，我就已经可以过了。好像杀12只吧，我没记错的话。但是他把任务的那个详细写出来，其实已经是天黑了。那现在是冬天，天黑了到底怎么看？所以呢，我放弃了。然后另外就是，我发现难怪我身上那么重，因为我毛是很多很多很多，只是我没看到他们是都在同一个，就是是一 pack 一个 stack 啦，之前没注意，就是可以看到这边是11只，太棒了，有11只毛，那我就可以猎杀很多不同的动物。那这边狼我还没做到吗？就因为这个烂任务。反正我现在有看到有那个熊，那个什么山猪我也可以打，这太浪费我的时间了。希望可以今天走到那边，又找到2只狼，加很多很多的山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兔子吗？是羊吗？我怎么没看过？哎靠！真的哎！他怎么跑那么慢呢、啊？山羊是新的吗？又是新更新的吗？这完全没看过太棒了吧！而且但是他跑太慢了吧？虽然是好啦，但是有点不太自然了。那我过去看一下哦，这边就应该会有狼跟山猪了，就是一直往东边走的话。觉得山猪应该会比较好打，他们攻击不算强，希望还在那个小湖那边有找到他们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挖那个挖粘土。奇怪，怎么突然有一个泥土色的东西？鹿好像不算吧，我记得。算了，我先找山猪好了。那是山猪吗？石头而已。好，我常常有这个问题。那这个嘞？鹿，都是鹿。那边是狼吗？石头。对，石头，还是几块石头组成的狼，哈哈。
哎，这次好像没遇到狼哎，是因为我走的路不一样了吗？哦，山猪嘞，你走到湖这边了，该不会也搜不到吧？前面山猪了吧？哎，在前面好像有了。真的没看到山猪诶，这次为什么会这样？有啦，好，三根。那我现在应该是一只而已，那要12只。这边还有。哇靠！他有偏移，靠！你走啊，你走啊，大哥！你要断掉了，你要死了！再吃药，靠！我没看到有狼，他没有叫诶，这次。吓死我！他平常都会叫啊，但是完全没有叫，还会过重吗？有，不过稍微而已，还好有超多毛哎、欸！我现在，哇，原本11根，现在剩6根，用了5根，我也好有遇到一只狼，还有山猪吗？狼也可以啦，再给我一只狼。一只就够了，不要太多，会怕。比起戳的，其实用丢的好像比较强哎，用戳的好像戳不死。我觉得很扯，就是它不能断掉它的动作，但还好它能吃补血，不然我又死了。狐狸我记得不行，过来攻击我吧，都还没开始呢。是真的遇到比较少猪跟狼，那任务可以解吗？就这边应该是比较多的啊，还是打鹿也可以啊，我也不太知道这是另外一只吧。这应该就是我刚刚那一只了吧？它掉头那么强，我没毛了。我这只应该跑比较慢的，现在。要跑那么远可以吗？我已经没有在追你了。它好像会歪掉。啊，死了死了死了！我忘记斗算不算了。
哎呦，竟然有一根掉在地上。好，去找我的那个另外一只鹿呢。我还蛮想把那个hunting 升起来，这样我可以看到旁边有什么东西啊。哇，还差100，好久啊。啊，好像说用那个兔子的笼那个陷阱可以。现在剩几只？3只毛，有点少。吃个肉。喝个水。再砍一个树，做个矛。我看到前面有3株咯。好，希望3株先没过来。刚3株好像是在这边吧？我没看到它，那应该没看错吧？不是石头吧？对对对，在这里。也不对，那是 Wilson。也好，也好，也好，我也喜欢。哇，还好，要剩几只？剩一只。耶、yeah, ，这个也搞定了。差狼跟熊而已。哇，严重超重！它的肉真的那么多？那这也是危险吧？真的哎，先砍个树。还是3株啊？这屁股那么大，看起来像危险啊。多做几根，又有点怕。啊，好慢哦！我先走近一点。哎、欸，自己超级多哎、欸，不怕我？走那么近？又好了，希望不要有狼冲过来，应该都是鹿而已吧。哇，又超重了。是不是该丢一些东西啊？不然丢一点那个。树枝啊，这样看稍微减轻就好了，不然真的走太慢了。没想到这里那么多威森，还不错。3株呢？还有3株吗？现在是不介意打3株啊，3株蛮好打的，还有威神其实也蛮好打的。他们动作太慢，但是真的要多准备一点毛，不然就是没中。哎、欸，那是狼吗？鹿，
这也是鹿。哎呦，这竟然有一根。哎呦靠！哇耶，他中了两只。我不要那个，不要树枝，没有我的毛，我在这。我看不到他了。哎呦，竟然没有插到他身上。有看到那一只喽？你靠！那我打完那一只，我们今天就先结束影片好了。哎、啊，它现在会歪掉啦，它有点往右偏移，所以我的准心要往左一点。现在应该抛物线算是稍微掌握了，就是它的有点偏差。哎呦，一只爆掉了，然后一只是它插到它的腿。我希望鹿也算。不然我浪费那么多在鹿身上。这也不重哦。我已经没毛了，靠！会不会太快了？那还要重新装备嘞，是。哎，我的鹿嘞，哦，在那边。刺猬，人造刺猬。这没有看到狼了哎，哦，好奇怪哦，每次看到东西都真的不一样。终于死了，哪有那么久、啊？应该斗也可以了，我记得好像有，斗好像是梅花鹿吗？哇，超级重！我可以丢什么东西？啊，再把肉吃掉吧。然后丢。丢这个，丢一半，好，又好一点，又好一点，好，就你了，因为你离我比较近。竟然没中，这样也没中。好，但是丢出去之后，重量变轻了。哇，他这样就跑太远了。是鹿，都是鹿。好，
耶、yeah,！但是你要啊，我的毛爆掉啦，我看不到你，你是不是？没有做到记号，这样呢？有做到，这样感觉插到头了吧？而且为什么没有音乐了？那狩猎而已，没做什么坏事。中世纪就是狩猎啊，不然还可以干嘛？哦，两根爆头。啊，这个 bug 好像不行。因为我记得是 D 字头跟 B 字头吧，我没记错的话。啊，这又我一根毛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